要上镜吗？木子，我的学妹，现在的学姐。羞愧的低下了头。开学两个半月，终于想起来吃食堂了。法政两个食堂，这个是地下一层的，卖的都是一些合适的餐饮。我取餐那段忘录了，人太多了。这个是自取的一些小甜品呐、小菜儿啊、饮料啊什么的。我拿了个蛋糕，这都是小菜儿，我没什么食欲。然后在底下的沙拉和豆腐之间，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选择了豆腐。旁边还有油炸棍儿啊，我太没有经验了，我这都没好好拍。最后是拿了这些。这个档口其实我想吃那个玉子冻，但是玉子冻要等，最后只拿了这个盐烧猪肉，就还行吧，就日本味儿，就是洋葱炒猪肉，完了挺清淡的。这水是免费的啊，这是那个豆腐，我出来之后倒了点酱汁在上面，这最好吃，特别清爽。其实我拿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是啥，我还以为是炸汉堡肉，后来一吃是炸火腿。豚汁这个汤已经超越味噌汤了，在我这儿，虽然它也是用味噌做的。学姐给我吃了吃她这个藕和豆角的小菜儿，但这道菜姜味是有点重的，这火腿肉太多，淀粉太少。这个蛋糕是焦糖坚果蛋糕，这还挺好吃的，微微甜。尴尬的地方来了，我看了一眼对面小姐姐的面，结果我一抬头发现人家在看我，看她的面，然后呢我就火速演戏，然后回过来又跟人道歉。这个野菜生活是我以为没有水，没想到有水，然后我才买的。还长得还挺好看的，整得我还挺害羞。这一顿总共花了863，相当于人民币43块钱。